我的妈！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小仓里。好了。插个雷，我。没了，那就嗯，没秒掉。楼上还有，哎，窗口，窗口，洞洞洞。死完了！哎，厕所上面，我操！我他妈傻子吧！后边后边，老二掉到啥了？二号，看看，来上来，我们多人来跟着，来来，我把三级套给你们，来来来，出来，给你们东西。刚站起来的。救人！救人！右侧再开。没了没了，一队了。河南老表的肯定是，葛世忠，我他妈第一次见这种的，我操！你把厕所上面蹲了三个，他妈的没扩容了行吗？哎呦，咋的？你后面有车，翻车了，停了！我操你妈！再不走吗？走走走，倒倒倒，倒了，倒倒倒倒倒。开车拉了！弄弄弄弄弄！我管你妈的！我想那没人了。有人吗？人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解散，好两个，三刀，过来爬下来，三刀，三刀，扶个人，扶个人，呜，牛逼，上，往上，解散，这个三，这个喜欢冲啊，这个三连上倒一个，来吧。这点山顶上倒一个，个屁啊！他一直在扭头，我操！他这有病啊！扭你妈的，还扭！别扭头了，一点点的三级头。好了，他弹一点点的三级头，这个位置。我有三级。操！我头没了，你妈的逼！老子来拿。好。我操！你调了米味的吧？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哦。没调。哦。哦，那尾楼。在红砖楼，红砖楼梯。红砖楼楼梯。下去了。好了。后头倒了吗？没没，阿表倒的。不扔雷那边，队友倒了。队友，应该也是在那个方向。这队狗逼，他说。